台湾为什么要赢？台湾什么要赢？台湾的主权尊严要赢，大家恭喜啊！台湾的民主自由要赢，大恭喜！人民有成绩，屡率领半岛大家欢迎。大家不要答应，不要松懈，不要让台湾回到原点。投票率就是关键。1月11号。 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，来召回来表，表干杨好吗？多谢多谢大家，谢谢。来，我是刚从澳洲回来，来台湾投票，主要投给3号蔡英文，因为在国外又一直在关注台湾的一些新闻，还有一些香港的国际事件，那发现说中国最近一直频频。 在打压我们台湾，所以说我决定回来投下这一票，解救台湾。蔡英文过去这4年，我觉得他还蛮中立跟客观的去做一些为台湾的政策跟坚持这样，所以我选择就是，公婆刚好他们很支持蔡英文，那我刚好也支持蔡英文，我就陪他们一起来这个场合这样。